A B C D E F G H I want A plus English, that's so much fun. English education for you and everyone, so come along. Learn some grammar, learn a phrase, learn something new every day. Learn the A plus way. Hey, it's time to start the show. Are you ready? Good, cause here we go. A, B, C, D, E, F, G, H, I want A plus English.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哦，没错，我就是那位美貌不属于我，拥有的只有一片真心的林真心哦，你知道吗？我刚才握到谁的手，你知道吗？我的偶像刘德华。天哪，我今天真的是不洗手不洗手，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的兴奋吗？因为他真的是我世界上最最最最爱的人，好吗？He is my favorite person in the whole world. 哦天哪，我真的要疯了疯了！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偶像德华呢？好啦，在放花之之余呢，真心啊，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所谓的人称代名词的主歌和所有歌啦。首先呢，我们呢要先知道什么是人称代名词哦。很简单，其实啊就分成了第一人称 I 或者是 We。第二人称就是你或是你们 you， 第三人称 he she it， 他们呢就是 they。 那如果、啊、将这些人称当成主词的话，则必须用主格哦，一样呢会是以 I we you he she it they 来呈现的。所以啊，回到刚刚的例句， He is my favorite person in the whole world. He is my favorite person in the whole world. 我们啊，先看到主词的地方呢，我们用了主格 he 代表他就是我的刘德华啦。好的，那你可以发现呢，句子接着说了 my favorite person， 这边呢用的 my 即为我的意思，而他其实就是 I 的所有格。那你一定想说呢？其他人的所有歌各是什么呢？哎，没有问题，真心呢一个一个帮你复习啦。哎，那 I 的所有歌呢就是 my， 表示我的，如果是你 you 则为 your 你的，男生的他 he 则为 his 他的，女生呢就是 she， 所有歌呢就是 her 他的， it 则为变成It's its 他的，那别忘了我们的、你们的、他们的呢？没有错哦，所有歌分别为 our、your、their。那所以啊，如果我说，哎，这是我一名女生的书，我也可以说 it is her book。It is her book。书呢就是第三人称，主词的地方呢，我们就在说这本书，当然就是用 it 啦。哎，那是谁的书呢？是位女生朋友的嘛，所以呢就是用 she 的所有歌 her 啦。你要特别小心的是，人称代名词的所有格啊是绝对没有单独使用的时候哦。也就是说啊，后面呢一定要加名词，像是啊我刚刚说的 It is her book， 这是她的书。如果听到有人说The book is her， 错误错误啊，这样说法可就大错特错啦。同学们快把以上的人称代名词、主歌和所有歌的用法通通都记起来吧。哦，我要继续来去找我的德华了。Wow, I'm so busy today. 今天我也太忙了吧。哎，不过啊，也是因为 Anna 她没有来了，所以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才会如此的忙不过来。哦，你说 Anna 是谁啊？ Anna 是跟我工作的伙伴啦。 Anna is a waitress too. She works with me. 是的，同学们有没有发现，我刚刚的句子里面一定都包含了主词和动词，后面呢才会接上我所要讲的内容哦。其实啊，这也是英文里面最基本的句构啦。其中的这个主词呢，可以是代名词或者是名词，那后面接的动词则为 be 动词或是一般的动词哦。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be 动词和主词的搭配啦。通常啊，我们在主词的地方常见到的人称代名词，这是指什么呢？哎，人称代名词啊，因为用途不同，分别有主格、所有格和受格。那其中这个主格呢，常置于句首当主词使用哦，包含那第一人称就是自己、
I 或 we。第二人称就是指说话的对象嘛，就是 you。那第三人称呢，像是其他的人事物，我们就可以用 he、she、it 或 they。那除了代名词之外啊，哎，这个主词呢也可以是名词哦，像是我一开始提到的 Anna is a waitress 里面的 Anna 就是咯。好的，说明完了这个人称代名词啊和名词之后呢，千万别忘了剧中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哦，也就是我们的 be 动词和一般动词啦。哎，当然呢，要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主词是什么，动词才能跟着做变化哦。就像我刚才说，我很忙 ，I am so busy。I am so busy。这边搭配 I 的 be 动词就会是 am。不过啊，如果是 he、she、it， 则是搭配 is。如果是 you、we、they， 同学们知道是什么吗？哎，没有错，答案就是 are。好的，那再跟各位同学补充一下哦，我们啊可以把人称代名词和 be 动词用缩写的形式呈现哦。哇哦，天哪，这真的是很适合很懒的朋友啦哈。所以啊，像是 I am， 你就可以去掉 am 的 a， 接上主词 I 后面，直接啊念成 I'm。那 he、she、it、is 怎么样？则是去掉这个 is 的 I， 那接在主词后面，就是会念成 his、she's。跟 its， 那要记得哦，都要在主词后面加上一撇 s。那如果啊是 you、we、they， 一样呢，在字尾加上一撇，再呢把原本的这个 be 动词 are 去掉 a， 剩下 re， 接在后面就变成 your、we're、there， 就这么简单啦。那以上的基本句构真的非常的重要，快把它牢牢记住吧。哎，又有客人上门了，那我先去忙喽，拜。大家好，欢迎来到英文忍者村，我就是堂堂第五代火影大人漩涡鸣人。今天呢，要来帮大家讲解忍术人称代名词受格之术啦。好，要学会变化之前呢，得先认识一下人称代名词是什么东西。其实呢，我们跟它非常熟，也就是呢，我们中文说的你、我、他。例如呢 ，I am a ninja。我是一个忍者 ，I 就是一个人称代名词。知道了人称代名词是谁，我们呢就可以看一下句子的组成了。句子的组成呢需要有主词、动词和受词。比方说呢，我喜欢吃巧克力 ，I like chocolate。我是做动作的人，所以在句子里面呢 ，I 就是主词。喜欢呢 ，like 就是动词，而 chocolate 巧克力是我喜欢的东西，是动词后方动作的接收者，所以呢就称作受词。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要教你人称代名词当受词使用时要用受格的用法喽。首先，我们知道人称代名词要当受词使用，就要呢变成受格。比方说呢 ，I 要变成 me。You 还是 you， 而 he、she 则要成为 him、her。至于 it 呢，还是 it。复数的变化 we 我们呢就要变成 us， they 就要变成 them。至于你们 you 一样呢，还是 you 咯。变化好之后呢，就要把它放在句子里当成受词来使用咯。例如呢，我们可以接在动词之后 ，My parents really love me。我爸妈呢啊，真的很爱我。My parents really love me。Me 呢就放在动词 love 后面，当做一个受词来使用喽。除了动词之外，在介系词后面，我们呢也会需要受词了。例如呢，我们要来跟敌人战斗，很危险了，你要在我后面，我来保护你。Stay behind me， 赶快躲在我后面。Stay behind me。Stay 呢就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behind 在我的后面是一个介系词，所以呢后面我们就加上 me 来当作受词。最后要来考考你啦，有些是介系词前面 be 动词，例如呢这个礼物是要给你的，英文呢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没有错 ，This gift is for you。OK， 这个礼物呢是要给你的。This gift is for you。
我们在 be 动词后面加上 for 介系词，后面呢再加上受词 you， 人称代名词受格之术，你学起来了吗？